这里走一走。这个是蘑菇啊，像是牛粪菇哎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松菇。你倒过来，倒过来。你看这里面是散着那种散状的，那这个呢，这是牛肝菌。那倒过来呢？这个是海绵状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像是，啊，你搞给我看看，好像也是那种黄颜色的牛肝菌。一种跟那个大的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？也是黄的嘛，后边也海绵，海绵状的。啊，嘿，漂亮。应该红，太红了吧？啊，就是红的。牛肝是什么颜色？知道吗？哇，这个真是好啊！好嫩呐！好嫩的，好嫩好嫩。你看这个腿，一转过来，这个腿这个好粗啊，这个腿。牛肝的颜色，对，哦，这好新鲜，啊，这个多新鲜，多甜，嗯，对呀，啊，好嫩，就是要这种。来来来，好的，谢谢。这个东西是，嗯，像是灵芝，啊，哦，你这个不知道的就不要了。哇，你看这个绿的，哇，这个你看我都看不出来的。这个叫这个牛屎菌，牛屎菌啊。这个再过几天长大就烂掉了。是，嗯，刘姐干啥？